得往生者呢，不服根入三恶道，这话重要了。啊，你要真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永远不会入三恶道，永离我去，我去，也就是指三恶这个恶鬼地狱出生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是一生成佛。啊，将来你入三恶道是菩萨，你去度他，现同类身。啊，你要度一群蚂蚁，你得变蚂蚁身，你跟他过同样的生活，你才能帮助他。啊，那是行菩萨道啊，不思此间众生。生死海中头出头没，辗转卧道苦去时长啊！啊，在三卧道的时间决定长，为什么？他愚痴，他非常不容易回头，不容易觉悟。啊，只要他不觉悟，他就在那里搞六道轮回。比什么都可怕！啊，把这个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才晓得，讲经教学是第一大事啊！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大事因缘。就是讲经教学啊，只有智慧开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再没有留恋了啊！尤其《华严》《法华》这些经典告诉我们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心先识别。离开心时一无所有，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心是真心，实是妄心。真心能生能现，妄心能变。那诸佛菩萨他们有智慧超越了，他们用真心不用妄心啊，转识成智，叫法身菩萨啊，他得自在了。